每个女子都对自己大婚之日充满期待，希望有朝一日能嫁给那位如意郎君。十里红妆，鞭炮唢呐，华丽婚轿，凤冠霞帔，在人们的祝福和艳羡下步入洞房，一切看起来都很完美。只是有点眼熟，死了？为什么会有这么狗血的经历呢？事情要回到那天前说起。江伯，您以后出门啊，牵着他就行了。那就多谢了，小薄荷。等我凑够了钱，一定给你。哎呀，没事儿，咱不着急。江伯，你慢点走啊。谢谢。慢走吧，慢点啊。薄荷姐姐，给这些家伙治病就花了不少银子了，你竟然还同意别人赊账，这么做生意，咱们义聚堂迟早关张。这钱够用就行了，而且咱们义聚堂最近生意挺好的呀。生意来了，生意来了，生意来了，生意来了。这位大哥想买什么宠物啊？你们这儿猫有吗？招财的那种。招财的不一定是猫啊，这猫又好吃懒做又不听话，买乌龟吧，公龟镇宅，母龟招财。对对对对对，您看看这宠物画卷，有喜欢的吗？这上面的你们都有啊？不会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吧？当然有了，咱们这玉器堂虽小，但是五脏俱全，上面这些主都在后院呢。谁信啊，连只猫都没有还开什么宠物店。哎，现在富贵人家都喜欢养猫，你却偏偏不卖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是不忍心买猫。老板，听说你们这边有南洋四脚蛇卖，可以给我瞧瞧吗？当然可以。这小东西很萌很可爱嘛，带出门去定能引人注目。仅限两只，先到先得。我要一只，我要一只，刚好我也要一只。你是从哪儿来的？怎么还能？我说高价，不能这样。我说高价，价钱好商议，我们外面说。走，我们先来的，不能卖给他。我真的出高价啊！薄荷姐姐，你的家收到了。
这不是哥哥的字迹。苏哥哥，这又是给你带的什么好东西啊？苏哥哥怎么了？信上说哥哥不见了。不见？苏哥哥不是在京城御史院吗？好端端的怎么会不见了？不知道，信上只说要找到其他三颗魂珠。这魂珠又是什么？不对，这里面肯定